我跟你讲啊，最近我有发现啊，一片不是出代志，嗯，啊，大家开始关注咧食安的问题啊，所以我想讲利用这个机会，干嘛趁胜追击，真够咱的订单无？嗯，对啦，讲到这哦，喔，我最近有听到风声咧，讲有足侪客户啊，佮有通路商拢要甲一片改用咧，我感觉这是咱春日哦上好的机会。啊，不过安尼刚好，安尼好产就是伫咧别人的花园内底挖呀挖呀挖。唔，嘛不是安尼讲啦，你甲想哦，咱若无去挖，嘛是去互别人挖去啊，对无？哎，这这么好的机会哦，咱若无把握，哎，咱敢毋是伤风呀？嗯，对，摩迪卡，这就是咱春日诶焦糖时刻。嗯，这啥意思啊？啊，甭多得了个啦咩？讲中文。焦糖时刻。爸，伊若是真正把咱的订单抢走，到时阮特生咱的工厂毁于云中，恐吓咱的客户，卖互抢了了。好了，我知影，我有时间过找慧婷了解一下。爸，我今嘛就想要去找刘慧婷，我要叫伊。袂当像你阿无职业道德，我要叫伊把黄董的订单还予咱。这也袂当怪因啊，所有问题拢是咱家己惹出来的。咱造成人这么大损失，遐厂商去找别间公司合作，这嘛真正常啊。那安尼厂商客户有样看样，拢甲村子抢掉，那一瓶就根本就免做落去啊。嘉安姐啊，高经理，真久无看了。应该是你啊！哦，对吼，我煞拢袂记啊！伊算是历届千金小姐，啊，是有点想拢无，参像这种哦，无气质的心机毒仙女啦，咩有可能是玉奶的照片呢？心机毒仙女是刘慧婷才对啦，竟然半路手在阮的客户。之前当的向拢向阮公司咧落电话，为什么慧婷一离开？伊就向伊春日落地啊！真简单啊，因为伊即嘛是阮公司的人啊。想叫你进前啊，真哩无珍惜而已，伊毋才甲伊离婚，毋才离开恁一片啊。我把时间提起重新整顿食品研发部，讲一句老实话啦，即届恁提出新产品，我真有感觉真对不起一直以来甲恁支持的消费者。我的新产品无问题，你莫听我白讲。有问题是你这个袂见效的查某人。若要讲袂见效，我应该比袂赢你啊。李小姐，阮真正无想跟你冤家。其实你听哦，讲是大家是人啦。咱当因为恁拼输啊，就成阮冤家。啊，你是恁输袂起啊。较早我真欣赏你一片，但过即马我想法跟无共款啊。唔当个会甲订单好哩，迄是因为。您的三品跟阮一品是一模一样的，您家是山寨版的一品，你家是山寨版的千金小姐，你啊啊啊！快停！快停！你现在创啥？卡不着就出去拍人？你敢真正是千金小姐？做一个千金小姐才像你安尼，我拜托你，你若想要做千金小姐，较有气质的，莫讲袂赢人就。